大家好，又系我环宇水片嘅 Nelson 啦。咁大家睇一睇啦，喺我身后边咧，呢个就系幸福摩天轮啦。点解咁讲呢？因为我而家正身处喺全中国最幸福嘅城市，而呢个城市咧就系珠海啦。咁睇片之前咧，记得订阅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揿埋隔篱嘅钟。咁我哋有新片咧，就会即时通知你噶啦。咁其实成个珠海咧有五大商圈噶，咁第一个商圈咧一定系呢个华发商都啦，因为佢系全珠海最大啦、档次最高啦、业态最齐全嘅一个 shopping mall 嚟噶。最犀利嘅地方咧，就会有一个800平米嘅水幕电影同一个音乐喷泉，而且佢里面咧成个天花板咧都系一个 LED 嚟噶，全场有340米嘅 LED 嘅天幕，系全亚洲数一数二噶。第二个商圈就是位于呢个拱北的富华里啦，呢度总共咗欧陆风情嘅，有啲似香港个咧湾仔喜帖街，亦都有一似咧呢个深圳嘅万象天地嘅。咁喺呢度咧有一个英皇嘅 UA 戏院啦，有啲露天餐饮啦、KTV 啦、酒吧等等噶，系聚集咗好多网红靓女噶。所以以后嚟到珠海呢一度咧，除咗可以去呢个情侣路睇呢个珠海渔女，仲可以嚟过嚟呢度富华里咧睇下呢个网红靓女噶。咁第三個商圈咧就喺度海運城啦，佢喺情侶路嘅一個海利島上面噶。咁島上面咧一個咧最新最潮嘅打卡熱點，冇錯啦，呢個就係日月貝，就係我哋嘅珠海歌劇中心啦。喺呢度 shopping 嘅話咧，你可以享受到咧360度嘅海景噶。咁而第四個商圈咧就位於呢個新鄉州嘅澳元廣場啦。咁啊最出名係咩呢？最出名咧就有100间嘅奶茶店，同埋全珠海最大最顶级嘅 IMAX 电影院啦。而第五个商圈咧就位于呢个斗门井岸市中心嘅大信新都会啦。咁目前嚟讲咧系呢个成个珠海西区最大一个商场嚟噶，咁啊总共咧有170,000平米咁大噶。咁咧，佢差唔多應該係2018年嗰陣時年底先啱啱開嘅啫。咁咧，大家可以睇到啦，佢一個非常之大型嘅摩天輪啦，係可以坐到216個人嘅。而且佢裏邊亦都有呢個真雪嘅溜冰場啦，亦都有呢個室內嘅卡丁車賽道，一個小型嘅賽車啦，亦都有大龍岩啦、寶島火鍋啦，甚至乎係呢個海底撈啦，探魚啦、蛙小俠啦，非常之多嘢食噶。咁我哋一齊去睇下。